哎，这个地方有个宝剑，让我看一下，看起来花里胡哨的，很好看呀。哎，德国哥，你这个宝剑好好看呀，给我玩一会儿。哎，我才不给你玩。我要玩，给我玩一会儿嘛，快给我，快给我要玩。你不给我，我就叫史蒂夫打你。你有没有搞错？这个事情关史蒂夫什么事情呀？史蒂夫，史蒂夫，你快起来，去帮我打德国哥。猪猪侠，你有没有毛病？你把我叫起来干什么呀？对呀，猪猪侠，你把史蒂夫带来干什么？说好了这一次不欺负史蒂夫的。哎，我不管，我就让史蒂夫。你真的是有毛病啊！看好了，我要用我的大宝剑把这个史蒂夫带走，先用这个大宝剑对准他，然后 biu。哎呀，你有没有毛病呀、啊？我的脑袋好疼。对不起啊，史蒂夫，我只是想用你来试一试这个大宝剑。戴光哥，这个大宝剑好像很厉害啊，史蒂夫好像嗝屁了。咻咻咻咻咻咻咻！还是看我的武器吧，我的武器比你刚才的大宝剑还要厉害。咻咻咻咻咻咻！喂，猪猪侠，你就老实一点好吧？你拿的是金箍棒吧？这哪里是金箍棒？这明明是激光剑嘛！你快看，它还会发光，金箍棒会发光吗？你这个激光剑再厉害，还没我的水枪厉害，它可以打水。哎，来打我试一下呀、啊！哎，我让你打你就打，你太没有原则了吧？让我打一下，看到了吗？要用史蒂夫来试。哎，这个水枪真好玩。再来一下。哎，别管哥，你看他被我打趴下了，我再打我一下。